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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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春阳，春阳，你看我戴哪个好看？你问本剧选什么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，又不知道挑哪一个，你帮我选选呗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要是真的喜欢，可以选一只送给姑娘家。不必了。出宫可怎么办呀？寒生啊寒生，你以后不会成为深宫中的怨妇吧？动啊动啊，能不能活泼一点？你给我活泼点，你这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怎么卖啊？对，喂，干什么呢？住手！小姑娘，你要不买就别多管闲事儿，畜生而已，有什么可心疼的？好，那我这些够买你所有的动物了吧？够了够了，这些全部都是你的啊。他们都走了，你也快回家吧。你受伤了，肯定是刚刚那个猎户打的，我帮你包扎一下啊。啊，你别跑啊。看来在这附近了。